开心吗？开心。如果手指头十个，你开心几分？举给我看。开心20分。20分，好的，我放下，我放下。如果这两天主任不在，是不是很开心？对。那因为哥哥姐姐真的很用心，所以我要颁发感谢状，好。而且也让你们再认识一下，我一个念名哈，要一张拍一张吗？不用了哈，来，要感谢张慧馨姐姐，转脸去拍，快，拍，好，待会一起拍了，陈志彤姐姐，你还是都拍，还有于轩姐姐。不要看我，怎么拍？先拍再说，先拍可以删。好，成功领的歌。对，还有关敏龙，谢谢。谢谢。先拍再说。子玉姐姐。我们太胖了，我们太胖了。海开子哥。来对。来，谢谢。要合照吗？不要合照，不要合照，先放下。那我先放下，放下。你看你们这么晚上，对，那先放下，先放下。啊？先放下。这个谁的？你拍照，拍照。那个，那老师帮我拍照啊。我帮我拍。好，谢谢。拍照。先坐着。两边塞，两边塞，十五堆，塞这好了。对，你可以吗？你可以吗？我帮你。好，多张，你有拍到吗？你有拍到吗？又要美肌了，又要美肌了，又要美肌了。还要拿吗？不用。要动起来是不是？要动起来是不是？那我们就站起来把他们挡住。这样动不动吗？完了完了有啊有啊，对啊，虽然不要太用力，再一次哦，再一次哦，一二三，
好，最后只有一件事情要交代哦，等一下哥哥姐姐把活动办完，你们要把教室弄干净。谢谢大家。好赞哦！好赞哦！越干净越好。喝到饱。等一下，我你们尽量喝，因为我煮超级多。喝到饱。花彩有非常多，超级多，然后超级多。然后你们尽量喝，等一下就都结束。你们等一下想喝什么，想要带回家，你们也可以拿这个来续杯，好不好？赞哦。尽量喝。然后等一下路线呢，就是从其他排队，然后从这边来拿，拿一杯走，拿一个吸管，然后离开，回到位置上。超大份的，哇！一次把它吸光，他吸管都准备好了，要插在锅子里。